罗杉杉警官，你原本的任务是接近黑龙会的佐藤，收集他们的犯罪证据。但是你在已经获得足够的资料，并且已经接到撤离命令的时候，为什么还要擅自杀死佐藤？你必须要向警视厅解释清楚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什么可解释的。罗杉杉警官，我看过你的简历，你在早稻田大学学习过医学，后来又转读了犯罪学。 和刑侦学，以优秀的毕业成绩进入警视厅，之后又成为我们国家最著名的侦探远藤雄一的学生。你有着非常光明的前途，他对你的评价极高。但是这一次的贸然行动，对你的未来影响非常大，你清楚吗？我很清楚。难道你就没有一个解释吗？没有。 袁藤先生，里边请。老师好。案发后的这几天，每份报纸都在报道佐藤被杀的消息，舆论也是铺天盖地，有的说你除暴安良、伸张正义是个英雄，但更多的声音是指责你这个中国人有仇日情绪、知法犯法。对不起，老师。 给您添麻烦了。你的举动让你声明远扬。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这样的声明对一个旅居日本的中国人来说，并不是件好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做？能给我个解释吗？佐藤是个恶贯满盈的黑道人物，可大和民族的法律根本就制裁不了他。所以你就可以替天行道了，是吗？ 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。这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佐藤在一周前亲手杀了一个旅日华侨，所以你是想为你的同胞报仇。但你这样冒失的行动，实在是考虑不周、有欠妥当。 从法律上说，你还违法了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我辜负你了。不过，我已经替你疏通好了，警视厅不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但你也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，佐藤死了，他的势力还在。我明白了，警视厅是想要我离开，因为。 你明白就好。当然，这也是我的意思。你的父亲是我多年的同学，也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侦探。5年来，你一直都希望回去为你父亲寻找真相。我没有答应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还不够成熟。但是。 这个形势不是我们个人能左右的。现在是你回去的时候了。这是我给你写的推荐信，你回到上海可以到法捕房工作。以你的履历，他们一定会乐意接受你的。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和培养。 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但愿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成为敌人。
罗小姐，罗小姐，罗盘带来了没有？牛小姐，罗盘我已经带来了，我的300大洋呢？牛小姐，不要再使眼色了，罗小姐，把罗盘给他。 牛小姐，快把罗盘，将回来。你放心好了，那个罗盘是假的，真的在我这儿呢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走，走擂去的方法是先天八卦步，罗经定乾坤。先天八卦步，罗经定乾坤。牛小姐。 先天八卦相传为伏羲氏所作，亦有太极、四声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各门派的八卦掌八卦刀层出不穷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的步伐，他们遵循的都是先天八卦步。八卦的中央，中宫三步进乾卦，乾卦三步进兑卦，兑卦三步进离卦。 离卦三步进震卦，震卦三步进巽卦，巽卦三步进坎卦，坎卦三步进艮卦，最后三步回中宫。你们看出了什么问题了吗？我看出来了，兜了一圈之后呢，返回原地了。这样怎么能找到埋宝藏的地方呢？没错，这就是我所说的问题所在。如果是先天八卦步，就是这样的。 珊珊，你确定他说的是先天八卦步吗？我肯定没有听错。这就奇怪了。爸，啊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？罗盘，这么多人争得头破血流的罗盘，它到底有什么用呢？没错，问题来了。那师傅，这个呢，就是争得头破血流的罗盘，这个呢，是普通罗盘，这两个罗盘到底有什么区别？ 珊珊，把我的老花镜拿来。好。你们看这里啊，它是有区别的。嗯，这个罗盘上面的八卦既不是先天八卦，也不是后天八卦，它把八卦的位置全部打乱。就这一点区别啊？ 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区别，如果按这个口诀走，它整个的方向都会改变。你们跟我来。如果按这个罗盘上的八卦，位置应该是这样的：乾、兑、离、震、巽。 如果这样走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原地打转了。来。
我们试一下，这是中弓，前缘亨利贞，对则英雄兵，离火架火轮，震雷霹雳声，巽风进退力，坎水多波及，艮山不出奇，坤德合乌江。 罗经指什么？罗经指的就是罗盘。如果我们按这个方向走，一定能找到宝藏。钮小姐要是泉下有知，她一定会感到欣慰的。哎，师傅，那还等什么呢？我们去挖宝啊！啊，婶婶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两个就留在家里，好好学习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《易经》啊。 找这本书找了好久了，可算被我找着了。那你看完借我看看啊。好的，好的。袁腾兄，罗兄，啊，真高兴你能来啊！好好好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，请。 请啊，请！我正要找你呢，有个东西，你可能会感兴趣。啊，你看看。前缘亨利贞，对则英雄兵，离火架火轮，这是。那天几个宪兵到我书店里来，要找关于这几句话的书。 他们的对话中说漏了嘴，似乎跟一个宝藏有关。我想到你们这个案子，就偷偷的记录下来了，不知你有用吗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原想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<笑>举手之劳，举手之劳。哦，对了，罗盘后来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哎，袁腾兄。 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去挖宝啊？一起去挖宝？好，算了，我一大把年纪了，现在只想专心的读点书，经营好我的小书店就满足了。啊，不勉强，不勉强。我只是在想啊，你我能否再度合作，干一点有刺激的事情？ 我可是金盆洗手了，你别再拿这个来诱惑我。啊，行了，那你就在书的世界里寻找刺激，我呢，独闯地雷阵。地雷阵，是怎么回事？告诉你吧，宝藏就藏在地雷阵里。什么地雷阵？不告诉你，你是日本人。 我干嘛要告诉你啊？我可不是你们中国人眼中一般的日本人呐！你也不和我一起去冒险，告诉你也没用啊。好吧，我跟你去，这样的话高兴了吧？哈哈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没逼你啊。 行了行了，你不知道开书店有多无聊，都快把我逼疯了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嗯。哎，这儿。 就是从这儿开始，啊。这个看什么？先天八卦步，面南背北。接下来你每一步必须要跟着我，否则咱俩一起炸成碎片。啊，放心吧。
我会跟着他。前缘亨利真。 对则英雄兵，离火架火轮，震雷霹雳声，旋风进退力，潭水多波急。 艮山不出奇，坤德何无疆，就在这儿。啊！呀！啊！我。 哎，找到了！哦，哇，宝藏！啊，好了，激动人心的一刻到了，是你开还是我开？啊，还是你开吧，我开啊，行，我开。 看，还是由我来开吧。怎么会是这样？ 这场景很熟悉啊！一年前你在日本杀了黑龙会的首领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场景见面的。你是否还记得呀？彼时彼刻，恰如此时此刻。哼，不同的是，上次我是去救你，这次却是要。 杀了你。那时候，你是警视厅的大侦探。现在，你是抢夺国宝的博士。你说的没错。
我就是博士，天皇亲封特使。没想到吧？我早就想到了。要不然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的国宝呢？可你爸却没有想到，要不然，他怎么会死在我的手上呢？ 告诉你，我父亲早就识破你了。你露的马脚太多了。你少胡言乱语，我哪里露了什么马脚了？你忘了，当我们去李志坚家路上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？<笑>哎，师傅，一会儿呢，我先冲进去，我有枪的，你们在外面掩护我就行了啊。嗯，好。原本还以为。 他在向我们身后什么日本军官敬礼，但我们身后根本就没有人。他总不会向三个中国人敬礼吧？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向你，日本天皇亲封的特使，哪怕是官居少佐，也得向你敬礼。这个不能直接证明什么吧？有可能认错人了呢。我当时也认为有这种可能，但是后来，你为了掩盖你杀李志坚的事实。 反而欲盖弥彰。嗯，有意思，说来听听。你还记得，当我们看到李志坚脊椎骨脱开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的吗？车裂是什么意思？在中国古代呢，这叫五马分尸，也就是说，把头和手脚绑死，往相反的方向拉。做你学生的时候，曾和你一起破获过一桩虐杀案。 手法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个时候，你一摸脊椎骨，就说出了“车裂”这个词。所以这次，要不然是你失忆了，要不然就是你装糊涂。不过你这一次的糊涂，装得有点太过了。原来如此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：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，说的就是你。 逞口舌之快，待会儿有你好看的。怎么，你想像抢罗盘那天捅死钮小姐那样的捅死我吗？这你也知道啊？钮小姐死的时候，我正在和你的几个手下恶斗，能够杀了钮小姐的就只有你。一个疯老婆子而已。 有什么可在意的？宝藏呢？宝藏现在到底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啊？罗盘是你们抢的，你也知道口诀了，那你去找啊。啊，那个罗盘是假的，你休想骗我。说下去。什么？我来帮你说吧。 当时你坚信不疑那个罗盘是真的，就派了第一个手下过去，结果踩地雷被炸死了。你以为是他走的不对，又派了第二个人过去，他也被炸死了。你又觉得他个子长得太高，步子迈得太大，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派过去，五个手下都被炸得粉碎之后。 你才意识到，这个罗盘是假的。五个手下都是被你给害死的。他们是死于你的刚愎自用之下。五个手下都死了，你才改变策略，守株待兔。别再浪费时间了。 告诉我，宝藏在哪儿？你不是挖到宝箱了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宝箱是空的。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哦，发财了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以为这些东西是你的？ 不说别的，你要是有了这些东西。
日本人就天天盯着你，你躲都来不及，说不定哪天你就把命丢了。我没说这些东西是我的，我是说啊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出逃，将这些国宝呢送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去。想什么呢？整个租界围得跟铁桶一样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如果按前面的推测，远藤就是那个博士，他可以帮到我们。啊，师傅，我没听错吧？找日本人帮忙啊？那不就是肉包子打狗吗？嗯，我带他去再挖一次宝。嗯，哦，你不要告诉我，你跟我想的一样啊？你也别告诉我，你跟我想的一样。行了行了，我相信我们三个想的都是一样的。来，珊珊，你先说。按照原样，我们拿着罗盘去找远藤，让他帮忙找口诀。跟着我们装模作样再去挖一次宝。最后我们挖上来的是一个空箱子，这样远藤，哦不，所有的日本文化间谍都会觉得宝藏根本不存在，他们就会放松警惕。你欲擒故纵的热心帮我们，我们只是将计就计吧。只是我的父亲始终没有料到你会对一个朋友下毒手。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，这就叫无毒不丈夫。嗯，你搞错了，这句话其实是无度不丈夫，是说男子汉大丈夫得有度量。你为了宝藏连朋友都能害，你算不上大丈夫。可惜啊，罗成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，那么多中国人为此付出了生命，我又岂能轻易相信宝藏根本不存在呢？你错了，我们没有指望你能够相信，只是为了转移宝藏，赢得时间。那宝藏在哪儿？你不是到我家里去找过了吗？没有找到啊。宝藏要是在我们手上，你早就拿到了。宝藏到底在哪儿？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你说不说？不说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哼，你还想用你的三招酷刑来对付我？哼，酷刑那是用来对付别人的，你和我师徒一场，没有必要对你用酷刑。这是一种神奇的药剂，只要给你打一针，你就会乖乖的听话。问你什么，你都会回答我。这是什么药？吐真剂。不就是硫喷唾钠吗？别包子不叫，叫狗不理。打嘴仗没意思，我只想知道你们把宝藏藏在什么地方了。现在可以告诉我，谁拿走了宝藏，到底藏在哪儿了？虽然我们身处在法租界，但是日本人包围了整个租界，他们想要敲开我们任何一家的大门，都是轻而易举的。幸好我有一个朋友叫童艳梅，她在圣三一堂里当修女，宝藏就放在她那里。慢点，这边。我想，你们不会冒着国际纠纷的危险，到教堂里去胡作非为的。你们这个做法很聪明。啊，那个时候，你不是在教堂附近安排了很多暗哨吗？他们没有向你汇报啊。
说下去。我想，国宝在教堂里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必须尽快的把他们运出租界去。但是，你们安排了很多暗哨在那附近。幸好，我有一个朋友叫龙彪，他是一个帮派的堂主，他有很多手下。小心点！不许动！放开！其实在米袋里。你以为国宝一定要放在箱子里面吗？想不到只是靠着几袋米就突破了我的暗哨，还炸死了我最好的部下。你错了，米袋只是我们的道具，我们依靠的是这么多的人保护国宝的心。你们打算转移到哪儿？抗日根据地。整个租界都被我们围成铁桶了，怎么可能出得去呢？但是我们却运出去了。怎么运出去的？我还有两个朋友，一个叫石大海，一个叫石小兰，他们是一对兄妹，是变戏法的高手。当你们正在满世界寻找我们国宝的时候，他们正带着国宝通过日本人的包围圈。都接着吹啊，敲打起来。站住。哎呦，太君太君太君，我得结婚呢，同喜同喜，结婚的结婚。这个不要，箱子搬过来。把箱子抬过来，检查检查。来，快，太君检查啊，快。太君您抽根烟。打开。都是一些衣服。哎，别衣服衣服啊。哎，打开。你的性格中有着对随机事物的天生反感，你对规律有着偏执的追求。作为一个侦探，这是种完美的性格，你很容易接受心理暗示，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给你设置了心理暗示。心理暗示？潜意识里你认为国宝是要放在容器里的，直到现在你还一门心思的思索国宝究竟藏在什么地方，花轿、棺材还是箱子？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国宝跟容器无关吗？国宝根本就不在行李里。刚才我跟你介绍了我的一对好兄妹石小兰和石大海，他们是变戏法的高手，变戏法的人要往身上藏东西那实在是太容易了，这些国宝要藏在他们俩身上绰绰有余。不可能。当你的手下在仔细地检查花轿和行李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想到去搜他们俩的身。我想现在他们已经安全地护送国宝到抗日根据地，正在回来的路上了。你以为我会相信吗？你说了那么多不过是想让我对你放松警惕。
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信。我送你一个礼物吧，就在我左边上衣的口袋里。老师为什么恼羞成怒了？是不是觉得从中国人手中夺国宝非常困难？给我闭嘴！是不是觉得大日本帝国要占领中国是痴心妄想啊？是不是觉得大和民族要征服中华民族是天方夜谭呢？快闭嘴！还有一点，我没有想明白，既然你们都已经把国宝运走了，那你为什么还整天在日租界找我呢？你杀了我父亲之后就消失不见了。你别忘了，我这么多朋友聚在一起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杀了你报仇。所以你就到处找我，只可惜被抓的是你不是我。既然你不出现，那我就出现让你抓，这样我的朋友就会找到你。你还想要杀我？嗯，那接下来看看我们到底谁杀死谁。既然国宝没有了，你也没用了。在你杀了我之前，你会先被杀。你说什么？你会先被杀掉。你都死到临头了还胡言乱语。我不能够胡说，你忘了刚才给我注射过药物了吗？那你准备怎么杀我呀？啊，你的双手双脚都已经被捆得严严实实的了，来动手啊。要杀掉你的人不是我。那是谁？到目前为止，我给你介绍了我的朋友，修女童艳梅、堂主龙彪，还有魔术师石小兰和石大海。但是还有一个人我没有给你介绍，那是法捕房的探长刘凡熙。他这个人鬼主意特别多，整个事情当中有很多主意都是他出的。对了，他是一个神枪手，你是见过他的呀，但是你没有见识过他的枪法。他现在正用枪瞄着你。太可惜了，你们的侵略才刚刚开始，但是你的生命马上就要结束了。Thank you.
谁？来人呐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杀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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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探长怀疑你了？没有，他只是放不下当年的案子。他的师父因为这个案子死了。师父？想不想知道他的师父是谁？谁？罗成。要不我们缓一缓再动手？为什么？就因为那个姓刘的是神探的徒弟？也许他参与过当年的案子。参与过更好，缺少了法捕房，我们的游戏会很无趣。这次你能带我一起去吗？今晚的行动对象是信上写的人吗？不是。那杀了他之后呢？果果，平时你没有那么多问题的，如果你觉得害怕，随时可以离开我。小心点。
年轻人，现在已经太晚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如果你需要，你可以明天来忏悔你的罪孽。我的罪孽？那你的罪孽谁来帮你忏悔呢？我们以前见过吗？见过。我不会忘记你，我想你也不应该忘记我。想不起我什么时候见过你。那我提醒你一下，五年前我还是个孩子，也是傻，雪下得特别大。爹，爹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，爹！孩子，怎么回事？神父，求求你救救我爹吧，他快不行了，快快快来看看。神父，我爹在中枪了，求求你救救他吧。你应该送你父亲去医院的。神父，我们不能去医院啊，去了就会被坏人发现的。神父，我求求你让我们进去吧。我不能让你们进来。孩子，你的故事听起来真实而悲惨，但是我不记得我有过那么无情的举动。也许你的记忆有误。你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记得我遇到过你们父子。但愿你的父亲已经康复了。他已经死了，就在那天晚上。现在时间很晚了，那愿主保佑你的父亲在天堂安息。
孩子，对不起。看来你终于想起来我是谁了。可惜我要的不是道歉，我是想看看让你流多少血，他们才会来救你。仁慈的主啊，求你宽恕这个可怜的孩子。希望他也宽恕你。马上去叫罗探长过来，快去。是。这只手的骨骼很大，手背上毛发很多，而且泛黄。这只手一看就是外国人的。应该是。这只手很干净，手指甲剪得很整齐，看来是一个很注重仪表的人。对啊。来看，手心有个十字伤口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还有，盒子里有一支蜡烛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般在这个时候你会跟上帝说些什么？快点想，时间不多了。一般洋人住的地方呢，通常都是有电灯的，不需要点蜡烛，除非是烛光晚餐呢。不可能，如果在餐厅下手会有很多人，凶手不会那么笨。那什么地方会有蜡烛啊？教堂，一定是在教堂。没错，教堂的蜡烛。这样就能解释，手心的伤口其实是十字架，人一定在教堂。没错，马上去圣三一教堂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是圣三一教堂？法租界一共有几个教堂啊？而且这只手看上去呢年纪不小了，只有圣三一教堂的神父才会这么老啊！快走了。这么大个教堂，神父会在哪儿？你不要急，二宝正赶过来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去那边，你从这里进去。好。当年的罗城探长还要快，第二次就能准确找到地方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认识我父亲？哼，听说你回来了，特地给你送些熟悉的礼物，很惊喜吧？
管你是谁，这都是你的最后一次。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哼！怎么样，珊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应该打中他的手臂了。可惜让他逃走了，没有抓到他。老大，我听你相声，你没事吧？当然没事了，你们怎么才到？神父。啊！哎，又来晚了，已经断气了。给他们做一下笔录，不要遗漏什么细节。嗯，你们几个刚才都在教堂吗？是。你们和凶手见过面了？凶手蒙着面，看不到样子。多大年纪？也没看清楚。身高呢？嗯，不高啊，到我这儿。范督察，你见过五年前的凶手吗？五年前见过凶手的只有你父亲。这个圣三一堂的神父不是普通人呐，恐怕领事馆会介入的，咱们的压力会很大。我明白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将凶手抓回法捕房。希望你们尽快。文南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一点小伤。先进去再说。文南，文南，赶快，快去买酒。啊，买最烈的酒。啊，快呀！好，不要着急，二宝已经带人到医院去查了。如果他真的中了枪，肯定会去医院治疗伤口的。你不要忘了，他是一个有医学知识的人。给。先给我，使劲拔出来，然后用酒冲。万一我昏过去了，就一定要叫醒我，掐人中。你一直在看子弹，你想到什么了？我在想啊，如果这个凶手真的中了枪，又没有去医院，他该怎么处理这枪伤呢？取出子弹，清洗伤口，消炎。
不可能吧？就这么简单啊？一点都不简单。把酒精拿出来，倒在伤口上。媳妇吗？文南，文南，刀，刀给我。下面你听好了，下面把伤口切开，弄到清理皮源，把子弹周围的这一切都清理干净，就算用刀刮也要刮干净，留下一点点就会造成感染的。你撑得住吗？当然撑不住，拿利多卡因还有上腺素拿出来，拿针筒先抽利多卡因，抽到200的位置，再加30上腺素。可是你说过，打这个是要做皮试的。没时间了。温暖。盯上你，那我怎么办？你先开始处理，我慢慢跟你说。刘探长，我们已经严密布控，一家医院都不会落下。你听着啊，不单是受了枪伤的人要查，就连买药的人也得查清楚，知不知道？买药？嗯。中了枪伤的人都要用到消炎药，所以凡是到医院买消炎药的人都必须得查。是，这就去办。快去。珊珊，走。嗯。怎么滴得这么快啊？啊，这瓶子有问题，我给你换一个。哦，好吧。你这个也得换新的。干什么去？哦，去楼下取点东西。
所有的医院都已经查过了，没有致枪伤，也没有买消炎药的人。难道这个人事先连消炎药都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很有这个可能。不简单呐。是不简单。你醒了，文南。你终于醒了。果果，昨晚多亏你了。快别说话了，好好休息。哦，没药了，我给你换药。早上我去你学校替你请假了。好。我给你煲了汤，一会儿我喂你喝啊。来，多喝点，补补身子，这样好得快。果果，我没事的。这辈子有你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